你出去随便找个墙角听听，听听人家把我们娘俩都糟蹋成什么样子了。这个王成是从哪儿蹦出来？他是我的房东。你在家住得好好的，你出去租什么房子？苏瑞在外面欠了债，债主天天在咱们家楼下蹲点，我怕被你们撞见，我就搬走了。小苏他欠了多少钱？100万。去年我就拦着你，不让你拿户口本去登记。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。你从哪儿弄那么多钱来？妈，我来吧。不用了，还我吧。对不起。